下老树重现身形，水刀转地中砍，这样就一个老树只要发出中砍，就是在我们在我的想象里面是没有这么容易的。通常我们知道老树有问题的时候都是然后扛了半天老树也没用到，几十万分之一上百万还是这不起来。通常呢只是把它杀了，然后希望不要蔓延啊，是啊，所以我很想知道呢被就这个事情简短的把您写的这个东西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正确的讯息，我想有这个机会啊，宣告公布，大家都知道正确的东西。这个来源是这样的，参加我们是台中科博馆的义工的时候，不管义工的好处，他们如何跟社会找一个专家学习，上网上课，今年更好请到一个中心大学刘教授，他是在日本的国家政治的数学学生，还有这两位，这是两位，他是跟我们讲解这数学正当正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科普的好多书都其实受阻不当，生病了，刘教授都是一个一个字，方法最简单的方法，用最大效果的方法。这两三下就把这个解决了，而且效果很好。我有点担心这个背景太糟糕了，人家不爱听了。